得呢邊難唔難？我等下。我係九龍真君中學嘅李月心。本身因為前幾年都係都有投記啦，但係都冇全場總冠軍，所以其實今年攞到第一我都好開心啦。因為今年 C grade 其實都啲人都好勁啦，咁我哋學校嘅 C grade 都可以發揮得幾好，我都覺得幾開心。咁由我中一開始即係咩都唔識咁樣入嚟參加學界啦，即係就唔知發生咩事咁樣就遊咗呢個學界啦。咁慢慢去到每一年咁樣進步落去就。慢慢開始同第啲隊友打氣啊，要學識點樣去團結啊。到而家中六啦，咁我就好開心見到啲師妹都一路一齊進步落去，我都一齊去努力咁樣攞到呢個嘅全場總冠軍，我都好開心。都係預料之外咯，因為其實都冇諗到今年中一嘅接力都游得幾好咯，我哋都有第一咁樣，所以都。冇 expect 到我哋會有 overall 第一咯，係都好興奮咯，成個人，因為我由中一開始都係游 D three 咧，係未上過 D two 嘅。雖然我下年都唔喺呢間學校度游啦，但係都好開心見證住呢間學校升咗 D two 嘅呢一刻。其實都有少少遺憾嘅，始終我都今年都中六啦，都唔能夠參加到下年啦。咁但係其實遺憾裏面都，我覺得都算。完成了我这个的梦想和目标，希望他们继续努力，就算受了伤都不怕，只要坚持着顶住，到终点那一刻，电池那一刻你赢了，就算你多辛苦多痛都会忘记了一切。